来着不了吗？他去拿空投，这玩意我们不要过去吗？快给他架枪，给他架枪。哎，把那个船打包，让游过来。可以啊，扫吧扫吧扫吧，动手吧。快点儿，给他锻炼一下身体好吗？他人在哪儿呀？他在游回来，我操！感觉他在下面，感觉在海底。我怎么感觉他在游回来呢？我他妈的把 M4 掉了，下去解把 M4。他果然在海里。哎，看着你越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我以为你要游回来了。好。我以为你要今天就游回来，如了我们所愿啊。靠他妈的东西配件丢完了，这一下一换枪没捡回来吗？没捡了个 M4， 没捡到那个什么配件，红点掉了，就没事，走吧。没事没事，你有 MG3 吧？对。加油跑呀！我感觉你不舍得加油。压一下吧，我们再等等。加一下。哎，加了，我先不加了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来车了！看到了。在哪儿呢？方向，说方向。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摇他，摇他，摇他！有个车往那开过来。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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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！走走走，应该是捡空投去了，看一眼。空投就在脸上。空投空投空投。前方有危险。空投那边吧，这边应该是。来过来，上山了。我看错了吗？我看到一个东西飘下来。摇的摇的，刚马路是有过去一辆白车的，往左开的。看见的是一个吗？是啊，我这边是看到、反正我看到是白色的。这边往左看，哎，有枪声。有枪，有枪。山上，山上吧，是山上吗？感觉是山上。山上，山上，白车。前方有危险。这个山上，哥，哥干嘛呢？跟石头过不去。他能架空投还，我操！那他刚才怎么打你？我去，这你这卡的，这剩啥了？一个吗？两个。后边的倒了。
飞天救人，飞天救人。把后边、这个、前面还有一个。OK OK， 我把后边这个先打了。他妈的！我操，后边还有。怎么后边前方有危险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来车了，来车了。他们那队把那队摇了，这边死完了，这边死完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混乱前后，那个人还在舔包哎！哎呀！哎呀，我这后边的我都不知道在哪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还有一个，回头啊！左边。别补这个人，后面来了。他没倒啊，他倒了呀，两队呢，我操，他不被你打倒了吗？不是被我以为他没倒，不然我就不补了，我以为他没倒。哎，这个人丝儿血，我操，哎呀，我操，来来来，我们玩我们玩，哎呀，好混乱，好混乱。那哎，给我找个东西。Hello， 走开。开开开。你充电多干去吧。充不上，充不上。能，你又不能买个转接头。不能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怎么遇到了一个圆圆？好兄弟，名字改了吗？没上，没上，没上。哎，你说听见枪声，好什么好？说说那什么兄弟来？就是每天就是隔一，好隔一百玩到零呗。我们还是有回应。圆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有没还是有回应呀、啊？这个兄弟。他的哪回都是到咱这就尾着了，剩半只，半只死了。猫冲一号，我的心里好难过。跳，秒跳，一队、两队、三队。嗯。
就打脸。后面一队，贴呗，咱们快呀，干上就完事了。找枪，找枪，啥也没，没枪就往南跑。我去你大爷！他们落我们后头了吗？别介，这逼崩我两枪。前方有危险，哎呀没枪呀，他又倒着了，这一把就打完了。过去了，这对面的也打了，哎，牛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工厂啊，要不跟我工厂也难打，谁先落地就好打，谁落地就好打。那肯定的，先落地先进去。跳吧。一个队，两个队。一路。看人多不多，人多的话转死吧。一路。从那个，朝那么近，我进来一下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哎，他们跑哪去了？跑靶场去了。
打啥嘞？爬爬山去。全都在那里，那个 S 平板。没有，爬山，爬山有一堆。兄弟，本来贴我们的。嗯。一玩具打那打什么费？去把他们抓了呀！等我。对呀、啊。等辆车。嗯，对。谁？在哪？我啥都看。嗯。这啥？那就在这里吧。前方有危险。拉出来一个，能防住吗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拉出来！喂！嗯。加班，加班去。干嘛？拿手机。死了，死了。这靶场也太穷了吧，他们。你不是有两队吗？看到没？还一队 S 城。S 城。走，上车。怎么样？我也没要。你上。我有，我有个大针给你。小药有，我针带啥的。哎呦，在哪我都不知道，你让我看，啥也没捞到。哎，天庭外面啊，天庭外面，没血。一下吧，我绕一下。下。等一下，我弄个机器。哎。好像没人了，他们这个时候没拿到，没被搜啊。快上车！咱们去飞艇吧。真的要去飞艇吗？想这人跑了一堆，要跑哪去了？飞艇有可能会有人去的。飞艇在苏苏楼那边绝对有人。也没人夸夸我跳伞跳那么快，哎，直接给人家吓跑了。去，要不去 A 四城吧 ，A 四城感觉了。到都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看看蹦一点，咱们来宿舍楼，宿舍楼这里下。不懂事啊，不懂事。我上当了呀，这二号一进来就不讲话了。要是有人，上面有人。嗯。别耍嘛，上去。看有没有。
我操，好多棒！我都举。你们小心点，飞船被人收了。操！哎，我真吐了呀，完了！这他妈的，这也能脚踩地雷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直接就吐了。啥也没捞到，还倒了，还踩地雷了。下面还有警报房。我操！这宿舍楼真服了。啥也没有，真穷啊。全给这三号拿了头，直接无脸，哎，咋的？中午好，中午好。难道说这个功能还要被这三号先抢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撞他，撞他，撞他！现在还没急救包，三号，不换车吗？没事没事，别开了。赶紧给我来一队呀，那我杀一下呀。咱们去小岛吗？桥那边还真有人可能。没急救包啊，等会打起来很凉了。前方有危险！恭喜头举为你出。升级头几位你听，
操，你那什么车啊，这么快？什么车？什么四轮车？四啊 ，MG 三又没拿到，这把很不顺啊！我想自雷了，玩干嘛？看我这边有人啊，光塔，黄区呢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个工厂看一下嘛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好多车。小姐，声音还挺好听。啊，今天也是相当热闹。偷辆车，不舒服。哎呀，给我个急救包吧。那人呢？感觉我这边有人打架，有没有多的急救包啊？到现在还哎，看见了红车。佳佳有没有急救包？小姐，分享我一个。有啊，我把你引过来。没有，我知道，看到了。打我了，打我了，打我！他来了，现在。不上车啊！你把他引过来，引过来，引过来！来了来了！来了引残了，他们撞撞东西。哪一个？来。走了，走了，他们走了，不见了。小姐，在这下，下下下下下。这下可以打，不可以的。往后拉了。看到了，他就亡了。一个。好多，真有趣。他妈的，连大包都没有吗？好穷啊，都在为大包而难过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给我卸了。啊，没大包，连个急救包都没有，找不到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来，我这包里有，我这包里有，过来过来。
前方有危险。你慢慢走，我去看看。要封锁啊！你跟着我啊！开车你两个。我方应该有人。小弟，你卖一点草啊！下面走，下面走。那边有人吗？没看到，走走走。是啊，你慢一点走。的人都去哪里？我醉了，找不到人。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他们去哪？前方有危险，被人放过车了。这车车山上有人，360标记了一处地点，看到了一对人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哇！他们在打架呀！我操！前方有危险！打了吗？还有五个，直死的都被我打了。就这一队没了。有八杯跟我多一杯。这还能撞到一辆啊。都没八倍。啊，上车。上天。有个蓝马，你可以开。蓝马有吗？没耐久了。没有油门。不啦，咱们直接扎圈中去。
杀一个，全给杀了他。结果就杀一个人头，是能动，有的，有的太，就直接跳车下去打，三个房子。前方有危险，这里有没有用？那边有人吗？没有，三个房区。那个房区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房区有辆车。哎，有人，有人。三个，右方五队。三个。没人，这样就死完了。对，人脉有点跑啊，弟弟。弟弟多大了，弟弟？你是不是没戴耳机玩？啊？没有啊。打吃鸡怎么能不戴耳机呢？可以戴个耳机，我给你耳朵吵了一局。保我一下。好的好的，我保护你，戴吧。哎，弟弟还挺听话，叫他戴耳机他就去戴。妈的，游戏都结束了，我操！耳朵都给他吵烦、吵聋了。好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没处。没油了，你们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我们就在山上吧。咱们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山上，山顶比较好打，何况是拿着 A 刀 A 大，拿着一把六倍，这就很害人。狙他们，狙他们。然后在哪？哦，看到了，前方有危险。一个人机。哎，三号，你去找辆四轮车吧，四个人坐的车。等我下面防区四圈的话，我们这边不是五圈。哎，那也有一辆。前方有危险。三号，那里有一辆轿子，你可以去开一下。我以为有人，吓死我了。没有，一辆轿子。等会下面防区四圈的话，我们这山上把我拉过去。哎，有人，房区下面房区被你说中了。我操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拿着六倍看了，我操，一个人在那里歪着头，然后就点。哎，没油了，给疯狂打我们车队。这人真是。哦，三个人一队，他们一队在小房区。先锋哥烟给你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在那个房顶两个。啊，关键是被竖着了。
直接买了，顶他，防区里面。还在楼顶，大团。可以不用去房间打，还在楼顶。这3号肯定杀了很多炮，加了29，杀了他下，杀了。全给3号杀。溜了，差一点，我打他，好可惜呀、啊，最后一个人头拿了的话，我就差不多追上了，还差两个，那就是，哎，不要太在意人头，不要太在意人头，现在总是太在意人头了。不在意人头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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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开了。开了，哇，你这光头有点个性。天气热了嘛。那我也去剃个光头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妹子啊。我跳哪了？提岗。哎，你进来怎么脸上的那个妆没了？不是捏脸的，捏了进来就没有了吗？啊，这样子。给你看一下我的托尼老师给我剃的光头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老是被挂头，我说你把这人家挂了3次头。被人挂3次，所以你把头发理了是吧？头太大了。三次都是把我头盔打了全没了。没事，你往头上装个平底锅，你就无敌了。人家打你的时候，你就平底锅举起来挡住，头一转。那我不是要像打羽毛球那样子，那个子弹还可以反弹。哎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你把人家弹死了。六。人也不多，脸上有一个，对，那还有那么多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救救我妹妹！枪，飞镖枪，
那个螺丝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有一队后面抬落了。刚刚是不是打的都是直死的？啊，这边应该没人了，对面还有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上城说。别去了。这么凶，这么凶。但你们都一直在杀人，那边一直在杀人，你们呢？我们在上，我们在机港啊，机港打架。我知道啊，我说你们一直在杀人，那么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不是你一直在杀人吗？我就杀了一个呀。这是两个吗？开车去吧，还记得这么清楚。你那边开车过来接一下我们吧。等，妹妹有没有药？妹妹有没有饮料？给你一瓶，是两瓶。啊，给我一瓶，给我一瓶。在哪？在哪？好的好的，那二号过来，我们去吧，直接打一波。等待三号来接我们。这波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非常的穷，直接过来找他们。我这里有物资。
我楼上有，我楼上有。来我楼上，来我，来我楼，我楼里有。跟跟兄弟们，好，这边帮我走了，还一个，还一个，两个人。刚刚只有还有60多个人，能开这边。兄弟们很不合理呀、啊，这样把我打倒了。香了香了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三号、二号为团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那一堆啊，我看。但是我们经典应该还有的，还有人灌雷的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是啊，你那边好几个？我这边也有。这边好几个，小心。我隔壁楼，我隔壁楼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的墙角，我的墙角有一个。三号，你可以绕围墙去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啥呀？后面有一个，后面过来一个。我操！这么高吗？好阴呀！好阴呀！好阴呀！这个极地服，我们隔壁楼啊，就刚刚我们打架那个楼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讲话呀。不是，我刚才网络卡了，把那个关了。有没有雷啊？有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蓝道兵，点一下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你饮料多吗？你有吗？我有个医疗箱，一瓶止痛药。我好一你自己够吗？我操，后山还有吗？我追你了。真你妈，我追了。你可以封烟点我的包。就在墙角，你对着墙。对着里面扔就可以扔了。那边枪盒子那里一个，在这边打到26个人了，我去！他们进楼了。跑了吧？这边对，这边还有一个包。你这些包什么？呵呵，你加油，你加油，我溜了。难怪找不到了，等在独立打一年。Hello，Hello。哎，我不行，我。Hello，Hello。我的有回音吗？不知道谁，不是我的话，什么？听不到的就是谁听不到谁，谁的问题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大意了呀！加油，特种兵！这样死还不如冲人家站着死，还不如冲人家冲死。
这样死掉。这样给人偷，还不如直接冲人家冲死嘞！我丢，这两个怎么一起退出去？是啊，你咋跳伞了呀？是吧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，请准备。不知道啥情况，这是 bug 吧？我看呆了，你出去一下，回来跳伞死在冲锋的道路上，这样死得太憋屈了呀。好像没人啊。没人吧。没看到。这机房这都没人了。哇，我们上吧，上城区100的。100。上完我们机关打完去上城区，哇靠，都是人。这个房间有人，那个房间有人，后山还有人，打得难受死了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好像是这妹子的吗？你想要，想不想要？想啊。那你叫声哥哥就给你了。说不定你比我小呢。没事，你先叫，先叫，我要动手了。快点，我在这里面。我还没看，来了。我动手。叫吧，叫吧。有点怪不好意思。哎，人机都拿了，打人机死没见你不好意思。打完就不好意思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哎，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打人机都不哇，都直接动手，打完就不好意思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哎，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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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六子弹多吗？哇，这个几十发，还有 Sky。兄弟，我有，几号有子弹？一号，一号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叫声哥哥。哈哈哈！怎么你也来了？你是几号？你是几号？啊，你是3号是吧？哥哥，快给我子弹！哥哥。人类140。好好好。这怎么跟鸭子一样？你说什么呢？鸭子。哥哥不就喜欢听这种声音吗？
三倍要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感觉可以走了呀。拿到这波子弹，我就感觉自己能行了。我去找车吧，你再守一会儿。妈的，妹妹没叫哥哥，反而我们自己叫了哥哥，哎，血亏呀，这不，血亏血亏，没听到妹妹叫哥哥，还听到了终极。要包圆要包。可以要一个。我想去好。一号、四号都要。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。要不要去上城去打呀？哦，鸡蛋。应该没人吧？我缺个甲，我没甲。有的，有的。要在地上吃了，急救吧，急救吧，要。我这里有物，我这里有物。赶紧点呀，妹妹。还有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别客气啊，我给你。去下城先逛一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人机人机人机，后边一个人机。不掉不掉。我突然刷两个机车上。走，下个去看。你看你叫哥哥了，不就这个也是你的吗？那个也是你的。这波血亏啊。那你这样轻易得来的就没意思了。啊，你就喜欢抢着呗，你就喜欢跟我们抢着抢着要呗。对，可以啊，喜欢有挑战。啊，不是几个。要灯了吗，兄弟们？没有。门都没开，我靠！是吧？没人。一切都没人了。你们油多不多？行，一桶。一桶，增加了一桶，可以。好的。走着少了个人。兄弟，你装消音压得我吗？还可以。有我。感觉装消音很难压呀。
哇，这空投108000里，1000万。可以了，先分一下吧，先提前先说要什么，兄弟。直接自动拾起了，还管你要什么？那不好意思，我先动手了。想要个背包。想要个背包，那要求有点低。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这地毯好像也没人，在这边看着。网在网在哪打架？停！停下来！停下来！哎，会不会在桥头机场那边？上面，哎，宿舍楼逛一下，直接去桥头那边。宿舍楼没人就直接去桥。好的，好的。正有此意。还有油吗？哎，有人。去够了，去够了。这楼有人哦。哎，掐雷了。在拔雷。小心小心，楼顶他的。楼顶楼顶一个，有没有？上上上上上，跟跟跟。没记得，没记得。今天楼顶很残，很残。三楼还有，哇，谁把 M 四丢了？我丢的。啊 ，M 四弹不要 M 四吗？我顶上一个。我操，右边打的。右边挡。来，直接打倒，直接干拉一下。怎么想的呀？等一下啊。两个，两个。我这三个。你先别急啊。电影最好来我们这边，能帮你架一下。这边叫接一下，找两个。没投掷物了。楼顶架一下，我过去。应该都救起来了。你没药吗？再打，再打。我的三个脚步，我就是蹬着的。都在三楼是吧，兄弟？三楼了，还有还有，牛啊牛啊！你后冲进来的都是你的头，嘿嘿嘿，最后一枪完了。三号那边还有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一处地点。这个还真有，是啊，我看到停枪声像几个，但是三号还没打，应该是活了。
真的是真人。应该是鸡哥被这个真人打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瞧瞧瞧，我操，我点了四个蓝方，来给你们分一下，要不要蓝方？我不要。来三级包，你要的包。我这里有物，这里有物。已经捡到了。这个盒不好飞。都是你飞的。走吧走吧，要过桥的去。桥的我肯定急。我这把怎么空间这么能装？哦，这把没装油，没装狗，四个燃烧瓶，还有那啥，可怜的妹妹，空投只敢要个包，背包。左翻右翻，我确认一下车上没抓人吗？二号，二号抓人，你被电了。那看来我们这些正义之光给你挡住了，那你就被炸了。真没必要。死得好看呀，这很久不能。感觉都在大米缸，没人的。我们赌吧。有喝的吗？对，有喝的。什么？有喝的。在上面看一下后面，这把还没淘汰完，好像对吧，来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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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，没生意啊，兄弟们要倒闭了呀。
还摔死一个，我操！走走，开车突突他。开车聊。右边又拉了一个，我他妈的，这什么都没看到，去拖下吧，去拖下吧。我这可以救啊！然后你再不救没了呀。下面有人。那个寂寞呀，兄弟们！刚我的烟圈被封完了，没烟了。这么难受。房子掉了，丢了！啊！这拉过来了，咋没看到？我操！那不行，加 QQ 吧。Hello， 可以。QQ 也可以。QQ 我都。我们用钉钉的啦。下午忙了。用钉钉的吗？嘿嘿嘿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咱们正在要妹子微信了。哪来？对，然后打游戏的时候我就用我表妹的那根平板。那你把你表妹介绍给她。表妹。表妹也行啊。她才八岁。那八岁就算了。那你把你表妹介绍给他表弟啊。你要订个娃娃亲吗？是不是要订娃娃亲？这就不用了。对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不是童养媳吗？当娃娃亲，我可以等，等你长大。有点道理。要不去工厂吧？这工厂刺激的。我刚开始打三把然后就掉坑。怎么他喵的这么难打呢？对呀、啊、我第一把就和三号开始一起打了，然后打到现在。升级了吗？没点呀，一直掉坑。这个要怪三号呀，三号皇冠段位搞难搞哦。昨天我打得很顺利啊，差不多把把都十几杀七级。不是那个，我们前面打的时候有个小姐姐，她
他网比较卡，然后他又喜欢开车，喜欢指挥。啊，网卡还开车？右手边，右手边一队。你问三号。就把你们送火堆里去。对。我靠，他这门口不好啊！这门口我感觉不行啊。没事没事，他们去 S 城了。那我们看他们。哎哎，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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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撞了吗？他们也过来 了。哎呦我操！来了来了。啊！我都不敢。我救人救人，几号几号没了这队？啊，那我下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下来了。我靠，队友还在房顶，你怎么还在顶上啊？下来了个。那是直接你们把我甩到上面去了。那咋了咋了咋？我这里有物资。你找后面啊！我操！我这波打残多少个？他妈的没人头，没一个人头，我操！妈的，吓死我了！差点被机器人给补了。刚被你们捡了是吧？好，他们这么菜打得过我吗？有没有762的枪啊？刚刚我那里丢了一把 AK。 那 S 城还有人吗？没有。 S 没了。 AK 就在那边，你去找一下我，我过来搜一下，我好穷啊！不要跑不过去，那有人没了呀，开车。没事，很近。那声音麦有点吵。不晓得。好多大盘给呀，大盘给不好用了，他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二级甲。贼讨厌你，前方有危险。怎么没标上？没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二级甲有没有？都报一下吧，想要什么吧，我给你们标。哎，大盘给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觉得也一样可以秒人了。那不动吧，也不要不动吧，没那么好当。只要他稳就行了。破龙有没有？我来个。有了有了，你们不要我丢了，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你想干啥吗？快把上几头，快把海岛的草都割了，兄弟。你挥动你的割韭菜吗？
哥，我是韭菜，你要割我吗？割你干嘛？我韭菜，韭菜不割。哥你，他搞不好弄错了，把你别的东西割了。那不知道。嗯。反正他说割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割。那有点恐怖。割就完了。这是个妈抖脸，害怕了也是。你们在说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一栋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？自己在想什么不知道吗？上天下天。牛逼牛逼。在海边。走吧走吧，去找人打吧。打人机有什么好玩？有什么好玩？走。桥给三号机吗？那也。走了那也得打呀，不打不行。有轿子啊。后面有轿车。车头、啊。前面也有。左边。这也有、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急件。火力戳，火力。火力戳。摇起来。啊，这妹妹声音假吗？火力应该比上一把猛。还好吧。那你觉得我猛吗？你们都很猛啊。在我们队里，哪个最猛？觉得你打的挺好的。怎么知道我打的好？我带你落地成了三把了。那第一把、第二把是那小姐姐失误嘛？是她开的车。有人前面，我看到一个人。人机。是鸡巴喔，牛逼的啦！还有，还有的，哎，打起来！不要，前面就有。我靠！等下我爬屋子里。仓库有，我们要不扎仓库吧？搭到你那个在哪里啊？在楼顶，就前面那个二层楼顶。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？刚才是在楼顶打的。快点！二爷好了没有啊？还在楼顶，看到了。还在。假车库有一个，你好。好，楼顶吗？还是没在楼顶？不是，前方有危险，应该在一楼。我不要点这里倒了，不要点这里倒了，他要下去扶的，下去了。走上楼顶好像有啊，假车库在脚步。完了，我这位置可以救，得封烟。也 OK， 好了。那边应该前方有危险，那边拉过去了，你们那边拉过去了，这边拉过来了，小布，
没了吗？还有还有还有，小心还有一个。他在前面。没了没了。牛逼，很强。刚才这波我不干拉，你要没了，要被补呀，没办法。谁？我要被补啊？他补不到。不是不是，刚才谁被楼顶打到那个？我不拉的话，他就被补了。一号吧，一号。也补不了，我在后面，我还打他。啊！我在那个围墙。回想他能补到，能补到你的，补不了，补不了，没事，只要队友都在。我们那么强，是不是？忙忙忙，是吧？牛，拿车拿车，这俩队友很猛哎，都是帝王干拉呀。这人啥也没捞到，真烦。你加一桶油。我啥也没捞到啊。有没有小药？有啊，有有。等一下，我给你。铁了一个最穷的包，啥也没有。是二号药还是三号啊？要吧，你烧了，瓶可乐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有价打的话就不用了。我们去抢。打劫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不几个，大哥没人打，应该就一个呀。应该在打，就没有在枪里，在枪顶，枪顶，枪顶吗？枪顶，枪顶，枪顶。顶上没意义的。啊，就两个人。不是他怎么上去的呀？开悬浮车，他飞上来的。那个摩托飞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可以飞到顶上去。没有，他飞斜坡也可以飞上去。嗯。这车飞得很高了吗？有没有饮料？有没有针啊？给我个针吧。来，
那个谁，我给你一瓶药。给我针吧，有没有针？没有。二号，你有药了吗？应该有了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走走。走了。哎，这边有个人，我打到了。小车屁股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有雷啊，烧到了，烧到了。没雷了，主要是。让一下，别在这里，就这里等一下，咱们过来。让一下，在这里他下来就补雷啊！我操！对对对。楼下有一个，楼下有一个。直接趴烟雾里面了，进来以后，我操！主要是封烟了，不封烟还好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人还那个人机守卫，笑死我！这人也很稳呀，打倒那么多个不像人。就打倒一座。刚才正好都是被扶起来的打倒。我说刚才出去的嘛，好像看到人，不在圈，怎么说？哦呦，两个人，两边都有人。走吧走吧，我的车，这里面有，我开这个，我的跑车啊。
三头啊！哎，这有前方有危险。OK。伏地了，伏地了。就直走，他就在前面。上去吗？上上上上上。说后面吧。我操！哇，还打了我两枪头，我给他撵倒了。等一下，来后面点，后面点。要跑毒了。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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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跳下来打他，结果他给我干两枪头，我操！还好我把他撵倒了，还要跟他补。走走走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打赢了。感觉这把很穷啊，怎么打都赢量很少。你们要不要加这里？车保一下车。加这里吧，我想去找人打。人不多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开车摇开车摇。我们倒不是淘汰王，还有一个人挺会玩的，我感觉。撞到俩，停吧停吧，剩一个吧，放一个放一个。我来了我来了。有有，不是直死的。哎，我刚撞了一个，好像被人家补了，被那边下面防去。走吧走吧。少了个轮子，连他们吉普吧。还是轿子好吧？轿子少轮子了呀。少轮子。好奇了，摇不摇车？直接撞了呢。这边，防区有人，别让啊！我停下坡了。你下两个来了。车后面。高端区。淘汰王死了。那么快的吗？我操！我刚看到人，然后就没了。堵我人头，该死了！哎，这也没有游戏体验呀。钱包不开。我他妈说的看到有人在哪，在树吗？我打这给他狙的。顶吧顶吧，来来跟我一说。我在哪里？好几个，他一个救一个狙的。原点有狙吗？对啊，狙到的我。你们上！哎，又打一个，上车，最后一个。我打药。行，三号你架啊，打过去。没。他们有轿子，没有他们轿子，哦，就一个了，就一个。去逛吧。
个人了呀。有点大，现在这个图。哎，你们开，我开旋这个摩托，我看一下上楼顶玩。别他妈等一下给我爆头，给我一说搞下来。来尝试一下能不能上。他是要趁着那个墙上去的。对对对，你来撞我一下，我卡住了，兄弟。救救孩子们啊、哦！他们应该在圈里了，走。转转。差一点。他肯定是在那个玉米地里面。玉米地吗？行了，玉米地都来了。苞米地。个人在干嘛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挖斗嘞。哎呦！会不会是个鸡哥啊？在草屋，我也没在玉米地。疯狂输了，索然无味，索然无味，对吧？就感觉队友强就挺索然无味的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哪里都一样，有人就有人，没人就没人，很正常。主要是现在我感觉没什么人玩了一样，机感现在好穷啊。主要是他这个活动给那些工厂分了很多人。对，还好吧。他头顶有一堆工厂，基本有个一两堆。头顶一队不知道来不来，不晓得。他不来就等我去抓了。没人啊。没来呀、啊。没来去哪了？
啊？黄区也没人。黄区我们刚走啦。走啦，我妈要不要随便进的话进公司了，不好用啦。哦，好用好用。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四大三级甲哦，就在那个集装箱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三级甲都标了，还要二级甲呢。看聊天。没了，这边还有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有没有五六的枪？五六的枪。五六的枪。嘎是嘎。你要洗干吗？前方有危险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这里还有。标了迷你这边。斯卡子弹还有呢，来我们这边。来。我就缺点炸药，这边就可以走了。我啥都没有，只有三个创可贴。创可贴。好像有点穷啊。我没急救包，你们急救包多不多？我一个。我有五个。哦、不对，三个，看错了，来给你一个。五个都来了。有点厉害呀，五个。号药，几号药？一号药。在你屁股后面，屁股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他问你是不是想屁吃？想屁吃就过分了吗？怎么说？咱们去哪里？